打开 Telegram， 点击左上方的三条横线，点击设置，高级，进入连接方式，点击添加。这里有三种方式，先说 SOX 5。之前节目介绍过，如何注册 Telegram 有用到过这种方式，可以参看一下。后面介绍的 SSSSR。V2Ray 和顽强大杀器设置后也可以用来注册，这里着重说一下他们在电报上该如何设置代理。在 IP 地址那里都是一样的 127.0.0.1 端口 SSSR 是 1080， V2Ray 是 10808， 顽强大杀器是 3128。 如果选 HTTP，那么以 V2Ray 为例，可以填10809，主要是根据本地的设置。这里做一个总结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MTP ROTO 是 Telegram 官方推出的代理方式，可以自己搭建，也可以去其他频道获得。 Telegram 频道获取地址我已经放在了本期节目的简介中。任意到一个频道点击添加，如果可用，左下的圆圈会变成对勾，所以不可用时就多添加几个。频道不行就换频道，总会找到可以用的。任意发一条消息确认即可。自己搭建其实也不难，只需要一行命令，可以参看之前的介绍如何搭建翻墙大厦集结点这期节目。相关搭建方式已经放到了下方的节目简介里，或者到本站搜索关键词 MTP ROTO 即可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